来了，你约我来这儿干嘛？也没什么事儿。有话快说。我问过了，现在装修的事情是李泽南负责的，你现在应该闲着没事儿。哎，你调查的挺清楚啊，怎么想我了？对啊，我想你了。怎么？怕了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那天回去之后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我没有。没有的话，喝醉了去找叶璇，不来找我？我爱找谁找谁，你管着吗？你要再问这么无聊的问题，我可走了。你喜不喜欢我？都慌成这样了，还说没有呢？何玉成，我警告你啊，再怎么样我也比你大，你是不是对姐姐应该尊重点啊？尊重当然是有的，我就是不喜欢你叫我弟弟。那些不断跳动的喜悦，就好不然你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不管你喜不喜欢我。我喜欢你。指尖的接触，手心温度，弹奏出动人的音符，和我跳舞，一瞬间世界也停住，朝朝暮暮，无时无法抗拒，注定的剧目，嘴角的弧度，沉沦坠入这梦境瞬间的顿悟，逃离束缚，日日夜夜。